更高了。是，这个球打得很强劲，李凯威扑到，传一垒 ，nice play。虽然没有办法阻止苏志杰上二垒，不过至少是没收掉林安可一支可能穿出去的安打。再来看一下刚龙这个球，速球投到比较甜的位置啊，那林安可拉向一二垒之间。我眼看着就要穿越李凯威的防线哦，但在最后一刻能够扑下去把球拦截下来，了不起。嗯，这个手背还蛮重要的。